肥牛炒熟，像这样简单的调个味，生米饭加番茄和韩式辣酱翻炒一下，可以准备一些自己喜欢的蔬菜，都是简单的操作，依次铺上米饭、黄瓜、胡萝卜、肥牛就好啦。这种迷你的小可爱最适合一口一个了，带去上班、露营都超方便哦，快分享给爱的人吃吧。